完蛋。我是公关列车长，那拜年六月。拜年六月25号。双站7点46分。昨天四一七什么？447就是那个六堆啊。他改了。昨天447嘞。完蛋了。昨天447，445啦。445啦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445啦。今天4064啦。我不知道你知道没看到？不知道别人怎么跑。没关系啊。最近都这样跑啊，一次就那样放了。那这班是4:08就换到那种台东的泰国之阳哦。拜拜。我跳007要跳008泰国之阳，以及一次就那样放了。第一次进入三房了，南港发车进入三线。哎呦，房了都不用嘛这样，听我2013的听我2014不用嘛这样，在。算了，我没成本老师的。我懂了，他的兄弟要来了吗？7月底，他的兄弟。还早哎。对，因为到这样来讲啊，他应该他的后继车型。要做中餐。